Hello，大家好，欢迎到 KS 看股。今天是5月29号啊，星期天哦。首先不要忘记点一下赞、分享、留言啊，支持那个视频啊，记得给我加赞那个 like 啊，和分享，还有记得留下你的 comment 啊，留下你的留言啊，说很多很多好的 tips 哦，要大家要看看了好的 tips，好的分享了啊，but。Tipsy 分享是分享啦啊，说、so, 如果有些东西哦，如果是大家分享了的哦，对和不对哦，这个是你们自己看啦啊，说、so, 没有讲，每个人的分享都是包对我包括我的了记得我只是讲 CGSMB 罢了啊，如果有谁用我的名字哦，用我的照片来PM 你，叫你联络你，叫你跟他们开户口啦，除了。我只讲 CGSMB 啊，只是 CGSMB reminder 会连接你，会联络你不了啊。其他的什么平台都好啊，这个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啊。So 啊，不要乱乱看到哦，用我的照片就参与了啊。他们叫你进什么 special 投资群啊，Telegram 群什么那些我是没有的啊，只是 CGSMB。啊，你进了些啊，你开了户口，直接先必会有一个 broadcast 啊，会有一个那个WhatsApp 群啊，说会跟你联络啦，有时他会 share 一些好消息给你们了啊，这样不了啦，说我是没有直接找你们，没有直接 share 那个啊，叫你进什么 WhatsApp group 什么 group 是没有的啊，有什么东西我还在视频这边讲了，如果他视频没有讲的那些不是我来的啊，小心了啊，很多。现在很多老千啊，叫你金钱哦，金钱去投资什么好的哦，什么好的投资投资方案呢、啊？哦，或者投资群啊，你进去放了钱，那钱就没有了的了啊！说不要乱来了啊，不要开玩笑啊，这些啊。OK， 首先点一下分享啊，还有 CGSMB 可以玩啊、美国。香港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股都可以啦，所以你不用开多动作啊。OK， 说、so, 看看免责声明啊。请注意，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出于娱乐目的。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投资建议。对于因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我不会担任何责任。OK， 我继续看股啊。首先 ，Sime Plantation 啊，看看 Sime 啊，中指。OK，Slime、okay, 正在横盘了，已经炒了啦，炒完了正在横盘，它横盘完了可能会跌下去，横盘完了可能会再冲上去，所以我们暂时在等它跌破还是冲破，它冲破可能还会上，它跌破还就也许就继续跌了啦。看大局暂时不好啦，大局做了双顶啦，说啊啊啊，说你要小心啦，最好就不要玩了啦，放了它，我们等它跌下来再冲上去再买过，或者等它冲破了这个顶，我们再来捞过啊。MSB Pharma MSB哦，那股我要找也找不到那些股啊，证明我不是很熟啦，所以你要知道啦啊，说那些股我是不大熟的啊，我一开就找到的那些股就是我时常有看的啊，如果那些股你要时间去找的嘞，啊，就是NHPC Industry，
和 infrastructure。反而放 energy 好点。So MHB 啊，在横盘没有东西玩啦，MHB 没有东西玩，5186啦，站在横盘不了，没有东西玩了。也许他突破了这个，也许要他有什么大反弹，他应该要突破这边先了。0.46，Pharma Package，Pharma 报告还有还不错啦，他这个季度的报告还不错，把他的股票呢还是继续跌啦，也跌破了这个底啦，Pharma 啊，Pharma 就不要玩了啦，Pharma 跌破了这个。底啊，哦，就这个宝妈啊，暂时是不能啊，继续跌了，这个不要玩了，这个宝妈。Petronas guess，宝妈是7170，7081啊，现在这个我调回去了啦，应该现在是跟以前差不多一样了啦，因为这个软件升级了啊，这个browser 啊。哦，这个 Firefox 升级了它呢就我的这个全部这些字体全部跟我弄到乱七八糟了啊，然后说它 size 全部不对了，我现在慢慢的调啊，现在调回去了啦，调回去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跟你们可以看用手机电话应该是看得清楚了啦，爸妈继续跌，不要玩了，Big guess。Petronas Gas 在横盘啊，6633啊，在横盘啊，说目标还有在上面19块了，现在在横盘，你等啊，等他看他的横盘发生什么事啊，横盘也许止损放这边了。16.2了，跌破16.2，也许要逃了啊。Solution Ages。路顺继续跌，没有东西玩。Ages 继续跌，没有东西玩。Magnum 呢？这些报这些什么专家呢？出来有新闻出来讲，他应该有机会反弹了啊，应该有机会反弹了，万能看看啊，看他有没有惊喜啊？暂时没有惊喜啦，说还是继续跌。还是继续再捅到底，也许突破这个才讲啦，突破这个1.87才讲啦，突破1.87才讲，就这个暂时没有东西Anum。Anum 也是继续跌，没有东西玩。托米高贝，托米，他选购啊，赚到就逃了啊。托米他差不多到这个了，差不多到这边也可以买进的价钱了，9毛多了啊，9毛多，9毛2左右了，这边啊，9毛2到9毛6左右了啊。就这边呢，如果你买进了止损在0.86，它冲上去你就捞了，你就冲到1.17啊，这样子啊，你这些地方你要套利了啦，这些啊，他选购了，赚钱就逃了，这个，因为他上得很快，跌得更快啊，上得很快，跌得更快啊，上得很快，跌得这个慢一点啊。现在如果你要，如果嘞，你或者你讲你不要买进先，看它跌到几元，你就等它跌到来，你这边画一条，这边画一条线这个顶，这三个顶接起来，然后它突破了这条线，也许可以试试，RSI 突破50可以试试啊。追要试试追它，这个很快了，你追也是啊，有时一追已经太高了，如果它一下太高了，你追进去就不要追了啦。真的 take me 没得，它一下跳了18%你就不要去追了啦，它跳几巴仙可以了啊，跳18%、15%你就不要去追了。真的 take 开始跌了啦啊，创到我们这通道顶开始跌了啦，说这个嘞也许要起要逃了啦啊，如果下个星期继续跌，你就要逃了啊。
P meter Pardini. P meter 可能没有看一看啊，那个铝啊，铝不是很强了，可能有个小反弹了。说 P meter 有反弹是逃命波来的啊，逃命波来的啊。就8869，8869啊，Pardini。7052这边呢、啊，哇，这边有个大超冲了，这个我是我逃了先了啊，跌下来再冲回上去，也许啊，也许就没有亏了啦，没有亏啊，所以这个呢是我可能放了先了，这样子他这样子玩呢，证明太危险了啦，啊，这个集团我可能要推他下去，要推他上去，太快了啊，你要逃也逃不了了啊，可能下一次再跌你也逃不了了哦、啊，现在看来，不是很好啊。有机会逃我，是我逃了先了，这样大的超充我不要玩了。Hexstar Public Bank，Hexstar 开始调出来这个通道了，要小心啊、哦！它要如果它要反弹，它必须突破1.765先。就记得看昨天视频啊，昨天视频我们讲很多东西，我们讲大局啊，讲怎么样啊、讲我们的战略哦，讲我们的这个概念哦，要怎么样投资哦，都、记得要看昨天视频，很重要这个啊，昨天啊，看看马股各板块，马股反弹哦，问号哦，说你要看看这个啦，这个呢可以给我们一个下个星期哦，可以 at least 至少啦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哦。要看什么？要看什么？啊，看哪一个板块啊？要提醒我们看哪一个板块？哪一个板块冲上去？也许 KLCI 也是要冲啊。Hexstar Public Bank HSS。Public Bank 开始啊！你看 Public Bank 它到这个啊，这个支撑线啊。好像要反弹哦，说他看来，如果他下个星期突破这个0.46，继续上的话，也许可以再加一点了哦。我们要看这个大局啊，我下个星期我们很小心要看大局啊，我会看那个大局，就是那个消费金融哦。如果这两个呢，我下个星期继续上的话呢，KLCI 继续上呢，也许这个也许要去跟着继续上了啊。暂时我们看看先啊。还有今天会讲的，还有 RSV 啊，我看一下 RSV，RSV 也跌到通道顶，也是好像要反弹。如果下个星期再继续冲上，也许可以再加或者再捞了。还有 Arfin 呢、，MBank，MBank 也是啊，你看 MBank 也是冲到通道顶，也是好像要反弹了哦。所以这几个呢，因为 Arfin、MBank 跟RSV 正在谈，好像要合并了啊。So that's why 哦，that's why 他们也有动力。把银行股，我们看昨天看大局，银行板块好像要反弹哦，有几个呢？好像正在支撑那边，有可能会反弹，就是也许就是他们会带动这个 KLCI 反弹啊。ANTM，AN 不能了，AN 暂时跌了啊，放了先，等它年尾再冲上去，我们再捞过啊。暂时放了先，AN。年终啦，年终报告不会好到哪里去啦。等我们等年尾啦，等他赚大钱年尾，哇，等他做 sale 的时候，我们再去捞过。DM 有大的动力啊，突破了5020啊，5.02啊，哦，看来他站稳在5.02上面，他还要继续上。我们有很多目标，看到吗？7块钱的目标，7块多，7块钱，全部集团给的啊，不是银行啊，这个银行投资银行给的啊。这个呢，它冲上来，它守在5.02上面呢，看来它真的要上了，这个有机会啊，看来机会真的有机会来了，因为5G 来了啦，现在六月了啊，六月，下个月就六月，现在尾了啦，六月一定要跑了啦，5G 啊、哦，他们那个政府也叫这些三个四个大哥啊，四个这个电讯大哥一定要签了啦，不签就没有得玩了，他们。说、这个是墙壁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啦，你们自己看了。博 光 PIE，博光也是啊，它选购了啊，冲的上的更快，跌的更快，上的更快，跌的更快啊，上的更快，跌的更快，
我说现在他到这个水平，也许可以买进一点点，可以捞一点点了啊，捞一点点，然后止损放在这边了啊。一冲上去就套利了啊！冲上去0.925、0.97套利了。或者如果你要安全一点，你等它突破0.85才捞也可以了。不大，有时它因为它上得很快啊，你等它突破已经太迟了。不要一哈不。半导体，我觉得是短期不了了。我觉得啦，不一定啦，可能它是长期吧。我觉得短期上，PE 咬一下来了，暂时还没有动，还不能玩。哈布那天我们有看到哈布有一点啊，PE 是7095啊。还有跟刚刚目标在上面呢，你看慢慢调的啦，慢慢调就下来的啦。这就是目标，半导体目标不能上次的目标呢，我看它应该会慢慢调了。哈布可能套利一点先，如果你买进了啊，因为它创造这个通道顶，它好像冲不过了，套利一半先，或者你看它怎么样，它跌回下来，跌回你的买进价钱放了先啊，这个可能是一日游两日，二日游两日游罢了啦。如果它还能冲上去继续守，过上今天。高三呢就没有想到了啊！高三我以为它真的要慢慢的反弹，它也跌到更低。高三哎，不要玩了，放了啊！红娘妹，你看新的目标才给到1.97，说它也去不了哪里了啊！都不要玩了啊！金星三 A，金星。今天做了上顶了，要小心了啦！它继续再跌到这边，你要逃了啊！这边止损，3.59啊！你要跌破3.59，你要逃了啊！3.6了，跌破3.6，你要逃了。3A Pentek Media。三 A 继续滑下来，现在它跌破了通道底，有危险。如果要玩，它必须走回0.96，走回去通道里面。Pentek 不上不下，在这个通道中间，然后说这个等它掉下来再买过。现在买已经是追高了，有点追高了啊，说这个等它调下来先。Media Bentek 是5251255啊，说现在看得到了啦，那个字体大了啦，不好意思，前几天调小了啦，因为那个升级了，那个 Firefox 升级了，我是用这个 Firefox 啊，说它升级了，它的在那些全部那些。我放那些字体啊，全部那些我改了的东西全部没有了米电啊，图屏剪了啦，不能了啦，这个要放了啦，图屏剪了啦，图屏剪了，惨了啦，这个跌破0.53一定要放，如果它没有跌破0.53，可能还可以有机会了啊，把这个看来不好了啦。做了这样子的形状，B plan inos，B plan inos，B plan 做了上顶，慢慢的滑下来，这个也是暂时不要完成了，暂时放了先了，B plan 5254，inos 那天冲了一下子，现在又好像没有动力了啦，在阿里塞在五这边卡住。说 dividend 来了，可能拿了 dividend 还会跌，说这个要小心了啊，止损1.715啊，也是看来不好了。Sim Marsin，没有东西啦，横盘啦，他要卖呢，他要卖他的手套生意啦。Sim 报告不好，继续跌，Sim 报告不好啊，继续跌啊。
不要玩了这个哦。SP 十第二，十八 SP 十第二，十八啊，十八全部人开始追债了啦，一大堆人银行啊什么啊，全部这些债主跟他追债了啦，全部要诉他，有些要叫他清盘，有些要诉他上法庭诉他还债，说啊有十八啊。不要买问题了啊！买成功啊！记得说吧，哦，你敢玩，我不敢玩啊！这个也许他如果解决完他这些全部问题，他会冲上去哦。你玩这个，你的预备好像玩大彩这样啦，你买了你不中，你不会去讨回你的钱了啊。OK，中了呢，你就可能中很多钱；你不中，你也不会去找讨去去找大彩讨回呢。你买的钱啊，亏了就没有了的啦。这个啊，SP 十跌。OK，这个房产不能暂时啊，全部是跌啦，LBS 也是哦。那天你们叫我看一看，LBS 也是跌啊，一直在跌了啊，不要玩了最好了啊。还有这个水也是啊，它跌破了这个通道就不要玩了啊。这个还有这个 SB，LBS 5789，SB 也是一直在跌，也是放了先啦，8664啊，不能了啦。好，我们看大姐看到房产，年终不能，至少要年尾才能回升呢。我觉得，至少年尾。KNM Destiny，KNM 卖了他的一间子公司哦，说开始跌了啊，不能玩。马上在横盘哦，还可以收，暂时0.705没有跌破，跌破0.705上回不去，上不回去就不要了啊。Destiny 拿到很大的项目啊，拿到很大的项目啊，暂时还是跌了啊，7212，等它突破0.22才看。有项目未必是会飞的啦，要知道了，要看那些集团要不要去炒它不了了哈。Evergreen 呢，它在调整啊，把银行对它还乐观的啊，洪亮变给它0.94，所以这个等它调完了再冲上去，我们再追过啊。不干。不干一直在跌，没有东西玩哦，不干没有东西玩。没有代码，有时没有讲代码，你自己要看看啊。我会放代码在这边啊，0233啊，0233。Computer form 呢，然后它要飞就飞的了，它不等你了啊。很难追的，这个 computer form 啊，很难追的。除非有你 tips 啦，你没有 tips 很难玩的这个啊。你看它一飞，它一突破，它有突破双底，一突破它就飞上来，你要追也追不了。啊，这个也是这边它在通道底盘了，一飞一弹18仙，18仙怎么样去追啊？追不到了，18仙已经就然后已经就是你追进去，你的止损已经是超过18仙了啦，说很难玩了啊。说你看它去到通道，这个等它调下来。或者你就看它通到底，你就买了先，然后放5%的止损，跌破5%你就逃这样子了啊！你要这样子玩啊！如果你是等动力很难了，因为它这是很容易超冲的股啦，这也是哦，我讲的 chicken running all over the football field 啦，说你看它 gap 全部是洞缺口的这些就很难玩的这些股啦，看图看不了，不是哦，这也是 tipsy 啦啊，我没有本事看这个了，单本不再要付。单本大跌了啦，单本要放了啦，大跌了啊，集团逃了啊，等它跌回下来，便宜再买过，不再要付。OK，不再要付，暂时还 OK 哦。如果你买住，你收住的话，看4.12，它没有跌破4.12，也许还有机会的啊。看来可能它还要上，如果跌破4.12，证明它要回到通道底了。啊，至少是我嘞。如果有买嘞，我至少我会套利一点的啦。比尔多 M B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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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M R U N W，比尔多这些是汽车的啊，汽车的。比尔多，
比尔多现在它在调整啊，它在横盘调整啊，比尔多，啊，比尔多你等它，如果它跌下来，可能你放两天，啊，1.725，如果它没有跌下来，它们可能还会冲上去这个通道顶，就是快九到2块左右啦，啊，它突破这边，可能你可以还加一点，它还要上，突破1.865，MBMR，这是全部是汽车的。NBR 没有东西啦，它在横盘啊，没有东西啊，哦，在这边还横盘，它突破3.375线了，也许如果它要冲，哦，UNW 跌了一轮，然后年终 sales 没有降好，销量没有降好，跌了一轮吧，现在它好像又要回去上回去了，就继续收这个啊，应该还可以啊，应该还可以，它应该还要上，UNW 啊，银行给4块钱的啊，说慢慢等等看，Hibiscus Amada Petron 油股啊。油股上个星期我们讲啊，一个大黑云盖顶要走了啦啊，黑云盖顶要走了啊，说啊，Hibiscus 也是啊，Hibiscus 啊，一个啊，你看红蜡烛大过其实也青蜡烛了，红蜡烛大你要逃了啦啊，恒源也是啊，红蜡烛将大你也是逃了啦，还有这个北端也是啊，北端也是啊，红蜡烛，你看青蜡烛小，红蜡烛大过青蜡烛你要逃了啦啊，所以这些是全部要逃了了，暂时。LHIKOK，因为它一直滑，就是没有东西玩。KOK，KOK 哦，KOK，那些集团啊，那目标开始调低了啦，你要小心了啦。它也做了差不多是双顶，开始跌下来，这个也是不要玩了。中资股暂时放了先了，我觉得啦。等它有什么中中那个看它双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双顶，sorry 不是双底。Markov sign property。啊，够没有东西啦，正在横盘调整啊，没有东西。5264啊，sign property 5288跌破了底了，这个要逃了，这个一定要逃了啦，这个跌破了这个底啊，很危险啊，它报告不好啊。Matrix M Bank。Matrix 啊，一个黑云盖顶啊，这个也许你如果你进了，你要套利一半些或者套利一些，如果它继续跌，你要逃了啊。M Bank RSP 讲了啊，加 One Dutch Lady。高万啊，高万在通道底，也许它突破0.7可以试试。哦，可能它要通道底反弹，RSI 突破50，它突破1.7有量来可以试试。Dust Lady 啊，长期啊，U 型反弹啊，哦，你要等啊。U 型反弹啊，U 型或者多一个杯啦，杯子的模式啊，你要等很久啦，要等啊，这个要等1年、2年分分钟了，哦，所以如果它跌破了31.9，证明这个杯子还没有做成，还要跌啊。T7 Global T7 这个天天都是在哦，都是在横盘的啦，哦，一直跌就是横盘，跌就是横盘，说这个没有东西玩，728暂时没有东西玩了。Revenue，红信。Revenue 拿不到就数字银行说不好了，一直跌了就不要玩了，一直跌。红信也是开始，虽然它报告不错，把它炒完了，一层一层的跌也是不能玩。Gajah MISC，Gajah 呢，它的报告很好啊，它这个季度报告是差不多最高的了啊，哦，几率
记录了啊，最差不多是最高记录的报告了啊，说他报告很好，啊，暂时他还是1.2，要突破1.2噻，哦，他没突破也没有，他的压力还是有在啊，MISC Maybank。麦西大跌啊，逃了啊，大跌啊，逃了啊！他冲上来这边已经套利了一部分，再跌下来逃了先，不能，没变。啊，没变也是在通道底，也许他哦，也许在这边要反弹，虽然他这边是有一个什么了，有一个背离哦，有一个双顶哦，这个要看啊，我觉得还会跌了，看这个没变看怎么样先，看到几天。K-Power UEM，K-Power 要买很多这个印尼的医院啊，他要扩展他的生意啊。K-Power 很奇怪的哦，他是做能源的哦。OK 啦，不紧哦，他必须突破0.525先才讲哦。UEM Belasto，UEM 就横盘没有东西，突破0.355才讲。Velasto 呢？银行对他，投资银行对他不乐观了啊，因为他的生意不是很好了。Velasto 继续跌，不要玩了啊，跌破了通道了。跟定 Plantation Hedges Fund，说种植也是要等啊，种植应该是炒完了啦啊，说不要玩了啊，大跌了，这个跟定 Plantation Hedges Fund 也是开始慢慢的滑出下，就暂时不要玩。Supermax IOI，Supermax 算是止跌了吧？还是不要玩了啊？还是止跌了吧？不要玩了啊！LPG 没有突破1.06，突破1.06才讲哦，还有个 Tropicana。比跟那报告不好啦，跌破了通道也是不要玩了，这个跌破了通道不要玩了。OK，就今天讲这么多先，我们明天再见星期一啊，说不要忘记点阅、点赞、分享、留言哦，还有记得啊，小心那些老千啊，不要乱给钱人家了啊。OK，明天见，拜拜。